这有点像变胖的纸板。好，这是第六弦，我在这边呢写一个音，写一个音是一，好，代表你在弹第六弦的时候，如果左手啊都完全不要按吉他弦，就只有右手拨吉他弦的话，它应该你在调音器上面出现的应该是标准的一。那在调音器上面，你大概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状况，会有一个啊音的名称哦，应该会出现一这个音。如果它不是出现一这个音，如果是出现 F 好了，你就知道它偏高了。啊，如果出现降一，那你就知道它偏低了。那出现 D 就更低喽，所以都不是。你要去一边调整吉他琴头上的旋钮。一边拨弦，然后让他的声音慢慢的来到E这个音，来到了E这个音之后啊，可能你的调音器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仪表，那通常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代表是最准的E，那如果往这个方向就是偏高了，往这个方向就是偏低。所以说，你会看到那个指针可能会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那么你要大约的让它，对准中间。先是音名是一，然后对准中间，越准当然就越靠中间就越好了，就音就越准。那这个是简单的调音的介绍。那这个音是一，那在之前的音名的那个跟半音、全音那些那堂课里面，我们已经知道 F 这个音比一。这个音高一个半音，刚好吉他的构造是这样子，就是每相邻的格子琴格每一格都跟相邻的格子差距是一个半音，所以你如果把手指左手的手指放在第六弦的第一格，然后拨你的吉他弦，这个音会比完全不按还要高一个半音，这个音是 F。那如果你把你的手指按在第三格，就是我现在笔尖所指的这个位置，你会得到的那个音比 F 这个音高一个全音，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你会得到什么音，比 F 高一个全音的就是 G。 为了怕大家忘记，我简单复习一下好了，从 A 开始 A。一个循环，A 到 B 的距离是全音，我写一个加 W 好了。B 到 C 是一个半音，这是全音。W 是全音的意思啊，一个 whole step。然后这是一个全音，好 ，E 到 F 是一个半音 ，F 到 G 全音。G 到 A 又是全音，好，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把它回来在吉他上面来弹这些音，所以你知道 A 比 G 高一个全音嘛？所以它 A 是应该比这个位置再多两格，全音就是两个半音嘛，所以一个半音，两个半音，好，这 A 在这个位置，然后 B 应该以此类推了，就在这边，注意喽。C 只比 B 高一个全音而已，一个半音，对不起 ，C 只比 B 高半音，所以 C 应该跟 B 之间只差一格。再来，这两个一个全音的距离是 D 这个音，再高一个全音就是 E 了。好，这里你会发现，E 跟这一格的 E 跟开放弦的这一个 E 已经是一个循环了。这些音已经跑到高一个循环去了。这里的距离一共是12个琴格，也就是12个半音，就会让这些音高一个循环。好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一高一格，两个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哦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在吉他上面常常会看到第12格可能会有两个点，帮助你快速的。找到第十二格的音，所以第十二格你看到两个点那个音，就知道它跟那根弦的第十二格的音跟开放弦的音是一样的。
那所以往下第十三格其实就跟第一格是一样的，好，那第十四格就跟第二格、第十五格就跟第三格的音是一样的，以此类推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五弦的音，第五弦的音你可以这样想哈，其实我们知道，如果在弹吉他的时候弹 E、F、G。要弹到 A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手指需要张得比较开，或者是你需要移动。那在弹奏上面比较方便的话，你如果把第五弦的开放弦调成 A，你会发现 E、F、G。你要弹 A 的时候，你可以换弹第五弦，你的左手其实不用扩张得太开，或者是少了一个移动的动作。好，这个音是 A，第五弦的开放弦。那第五弦的第十二格应该也是 A 咯，等下来看看哈，A，然后比它高一个全音，第二格这是 B，再高一个半音是第三格 C，好，D 应该在第五格，接下来好，E F 半音我一直往下写，G，好，都起来了，G 再高一个全音是到 A。依照这样子的模式，那所以，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吉他上面的第六弦的第五格这个音 A，跟第五弦的开放弦这个音，听起来它的音高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的吉他音有调准的话，这两个音应该是一样的。再来第四弦的开放弦，哦，是 D。那 E 会在第二格，F 在第三格，好，就跟前面的道理一样，写到这边你会发现都是 B、C 之间半音，E、F 之间半音，其他的音名之间都会有一个间隔，好，多一个空格，A、B、C、D，好，第十二格又跟开放弦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第三弦来看一下，它会是开放弦是 G。好，A、B 往下，B、C 是半音，D、E、F、G 一样，第十二格又跟开放弦一样。好，到这边有一个重点，各位要注意一下，就是，依照前面的这个弦的模式，A，好，这是第五格跟隔壁的开放弦一样，那第五弦的第五格 D 跟第四弦的开放弦 D 也是一样的，连一下好了。那第四弦的第五格是 G，第三弦的开放弦是 G，好，也是一样的音。照理来说，好像第二弦是应该是 C 才对嘛，但是，在实际上，调音的时候是设定为 B，好，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。好，先把它完成，B 再包半音是高半音是 C，再来是 D，再高全音 E，高半音是 F，G A B，好，第十二格跟开放弦一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这里是设定成 B 而不是设定成 C 呢？因为这里设定成 B 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如果一二弦，它就可以你会使可以使依照刚刚的模式，使第一弦得到开放弦是一这个音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调音方式，会让第一弦跟第六弦的音名是一样的，这个会在弹和弦的时候得到很多的方便。哦，对。特别注意咯，第二弦跟第三弦的第四格的音是相同的。第一弦跟第二弦的第一弦的开放弦跟第二弦的第五格音是相同的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吉他的指板上面所有的音都介绍完了。这个图我建议其实一开始不需要背起来，我们将来会有一些弹奏的
内容，一些训练可以帮助各位把纸板记得更熟。那有一个，但至少有一个要记起来的，就是每一根弦开放弦的音名。哦，你可以这样记 E A D G B E。哦，会用你想到自己的方法来背也可以。那因为记得这个音名，至少在调音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每一根弦的音应该要调到哪一个音才是正确的。介绍到这边。